当那个人肉市场，然后他一个胖胖的，好，所有的媒体朋友们，非常开心。然后在双十国庆的时候，大家还能够来到这里，然后来支持我。还有很多的，就公司也很爱，因为刚从昨天从纽约飞回来，所以现在有点时差，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，再加上已经感冒。 对，我觉得现在是非常有磁性的时刻。谢谢。所以应该OK了哈，就是因为知道本人我，我明天跟他聊一下，本人我最安不安排你出牌了。你知道我们在知道的时候，到我们的采访通知嘛，叫做真心话大冒险。是。那我看了一下流程，里面根本没有真心话，也没有大冒险，所以我要先问几个问题。好。肉体上次解放是什么时候？ 肉体上是解放，什么时候？都是说有按摩啊，有运动嘛。哦，太多了。我觉得你的思想不单纯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没有，因为他现在精神非常的不济，所以这个时候问什么是最 OK 的啊？上班是。 3天前，4天前是。对。 在那个就是有在纽约骑车骑脚踏车，哦，所以只是去运动，所以不是去按摩。对，因为我想要去找黑人打球，对，后来发现就是因为我忘带球鞋，后来发现球鞋就下雨，是，对，而且还有骑脚踏车运动鞋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呢、啊、有一个非常残酷的，我们先看一下你右手边好不好？这个板子的歌应该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是，所以都记得吗？怎么唱？ 都记得吗？因为我们等一下玩游戏，我什么笑？我跟你说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今天警察非常的严格。我跟他私底下刚刚过了，今天不只是喝苦茶，因为我私底下刚开玩笑，我就说这些应该他应该唱到懂光他的手，如果他一唱错，喝苦茶是我用嘴巴喂他。哎呦！ 反正你现在精神恍惚嘛，反正真心话大冒险，我没有在怕的。是，所以你就把我当做大冒险好了。可以，我们就直接来了。好，OK。要有线吗？对，有线。周星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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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周
不是，因为这首歌你真的太熟了啊。好了，这一次不管什么歌，真的要唱，真的要唱。周星驰。哎，你们真的觉得这首歌他，所以你们要帮我当评审哦。如果他唱错，你们就立刻叫出来，我就扑上去了哈。不好意思，那个苦茶应该要先给我啊。我会先含在嘴巴里面帮你保温一下。是副歌是不是？我们要加加点还是直接清唱？清唱对不对？看你清唱，清唱，好，清唱，清唱。那个歌名是要从头了，因为你的错的机会比较大。好，我好嗨哦！先放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跟着说，你们护身包可以借我一下吗？马上一走。OK。好，那我先想想。好，来来来，音乐先停一下，好，音乐先停一下，先停一下。他住在九龙城，有七个大老婆。小老婆。那停停停，我觉得你是故意的，因为刚刚太熟了，真的是故意的，对不对？那副歌，副歌，好好好，那副歌，副歌，副歌，因为我压力好大。把你当初星星，用眼泪玩游戏，一两个小时，只不过想逗得你开心，你开不开心？随便自己。他比较小心心，跟自己玩游戏。嘿嘿。好好，我觉得非常明显的，对不对？我觉得第一个是新选的女朋友，找了女朋友来为他们用嘴巴，是为他喝。我觉得就是你了，你好正哦，来，就是你了，来来来。你愿意让我们这个小车妹为你喝第一杯苦茶吗？就是他就是为你喝这样子，哦，就是一下，你还有嘴巴为你，你可能会
不是，你会上社会新闻。不好意思，我们给小妹妹好不好？我们问一下特权哥哥喝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没关系，你牌子可以拿着。对，你要专心一点哦。换个边，换个边啊！换个边，大家都哦，要换一边，你要跟换换位置，对，因为这样子大家才看得到。谢谢，大家这么大。好，再往前边，你不要害羞，好了。这边可以吗？可以，你直接坐在那里啊。啊哦、你可以坐在台阶上，好，然后我们第一杯啊，就前面你先干掉了。你是不是被他你这风扇？来啊！那这位，妹妹要转过来啊！对啊，妹妹要转过来。对啊，没有妹妹的位置，对，妹妹你要看前面啊，你不用急啊。不要一次喝完好了啦。没事没事，完了。你为什么你不是？科学跟你说，你可以先一干，但是不要吞下去，吐出来我们喝第二轮，这样可以吗？他们来，慢慢喝，慢慢喝，好来。看一下镜头哦。问一下这个朋友，哪一首歌还是不错的？我就帮你。对，我刚刚帮你找福利好，真的。第二杯我们是大满贯了。将军在里面，觉得他很会出错哈。妹妹有开心吗？妹妹好紧张哦。她是我多年唱为我爸的，我还唱为你。来，我们轻松时啦。妹妹转头，转头。来，妹妹，对，来。来，妹妹。这边来，后面这边。有一种三娘教头的感觉，来，我们给妹妹掌声鼓励好不好？谢谢。特群好喝吗？我喝柠檬，很好喝。我有一点觉得，哎，妹妹，谢谢，我们先回去了哈。我觉得啊，你真的就是这一阵子都是忙于海外的工作，所以太久没跟歌迷碰，我觉得歌迷整个怨气很深哎。刚刚我们在点歌说哪一首歌你可能会犯错，他们想知道你喝第二杯。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赚。那男人出外赚钱这样，这很重要，真的。所以我跟你说，你可以随便转，不管转什么歌，我都会念我要的那首歌来精转。他们说你可能会犯错这首歌，哦，真的吗？我们试试看。我跟你说，如果这首歌你没有错，你可以点歌跟你喝一杯。好，因为是他们点的歌。跟他拼了，跟他拼了。我是个小苹果，不停的神经在长长上拼命的舔谁的发丝，焦急的委屈的方向和不清晰的眼睛，他去做听。不同人说的不同的话语，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，自己的舞台自己的说明，自己的舞台有我们自己的。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，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，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认分辨，请你安静点，请你安静点。来，请掌声鼓励好不好？换你们福利来了，各位请问你刚刚谁提出这个？真的，你帮我把小杯都换成大杯的好不好？没有，开玩笑，我们要就是一视同仁，要公平。哪一个歌迷最近火气大的？你知道我们普查是可以降火的。那现在我点了。好，那你点真的。刚是谁说将军令？我都有，我怎么办？那是谁说将军令？每个人都有，换就好了。就是我跟你说，因为每个人都有，对吗？你跟我说，因为每个人都有，所以第一个人喝完之后不要就是传给第二个，然后就开始把它掉。开玩笑的啦，这个有点 over。好，那我看一下哈，我觉得卢卢米看起来就是你。请上台，来敬杯。来，请上台。交杯。请上台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我发现啊，客群啊，真的非常的贴心。他说歌迷喝他也要喝，其实是工作的就是这样的了嘛。哎，要真的交杯，那我们就交杯了。歌迷转嫁，可以吗？这我觉得歌曲就随便唱嘛，反正都是你要喝。歌迷左手，然后来左手背这边看一下，还有哪一首是他的首歌？来，陶杰，还是大家都觉得其他的歌他应该不会过？来，这边，快点站出来一点。大了，来喝。好喝，非常的好喝。OK 吗？OK 吗？啊。